換能叫我狗粒啊，定係唔係叫我狗粒咧？嗬，即係衰行係大字嗬。Let me just use Malay first and a bit of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I try to give my big boss, DPM Teo, more time. All right, so short speeches. All right, my Malay is taught by Jegu Zainal Sapari. I at least got the Jegu thing, the name right, because the other day I called Chiku Chiku salah. Okay, penduduk Pasir Ris-Punggol, saya masih ingat kali pertama saya berada di sini. Ia adalah untuk acara bola sepak kanak-kanak. Mungkin ada di antara anda yang tahu, saya adalah seorang pemain bola sepak. Jadi acara itu memanglah amat istimewa bagi saya. Terima kasih kerana menyokong saya selama 10 tahun. Saya ada cita-cita yang mendalam apabila saya bertanding dalam pilihan raya. Ia adalah untuk memperbaiki kehidupan penduduk Singapura. Hari ini saya berdiri di sini meminta sokongan anda sekali lagi. Ini supaya saya dapat melaksanakan lebih banyak program untuk anda. Saya akan melakukan yang terbaik. Sokonglah PAP. Try, huh? How? Pass, ah, mesti A star. So, 这个就希望大家听得懂这个马来语啊。我不能为什么讲华语跟我的马来同胞讲华语。这个 ，I hope you understand my Malay. Tried for a while, and thanks to Jegu Zainal Sapari who has really taught me word for word. 啊，G 们，谢谢你们一直都来支持我。这样上一次我在万国那里就跟大家说声谢谢，我还是想说声谢谢，因为这十年来给我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经验，然后也学习了非常多，这个旅程是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我从私人企业过来，这个转变，这个文化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冲击，所以我想感谢不只是你们居民们对我这十年以来的这个支持，也是我想感谢我的这些就同僚们，我的团队的同僚们，还有我的一些就是人民协会的一些支援，还有我们的志愿工作者，给予他们一定的掌声，因为他们真的非常努力，我才能有今天。我就不说十年的这个过程我做了些什么，但是只要说上五年，我跟你说那个经历非常的多，这个推动力其实是在居民们身上。我非常喜欢讲居民们的这些故事，因为这些真是我的推动力。我的人是非常简单，我不会讲这些很风光的话，或者讲什么大事啊什么。我觉得小事其实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有震撼力的一些大事哈。居民们的一些故事令我产生了一种震撼力。那我自己本身的一些经验也是促使我现在推行的不同的一些计划。例如我在这个圣港啊，你知道我是负责圣港，我在圣港区就推行了这个温书寺嘛。这温书寺其实的来源是这样的，我从小到大是在后港长大。那在后港长大的时候，因为我从小就非常不喜欢念书了，讲真的，去学校是一种压力啊，因为考试都考得不是太好，尤其是每次都讲潮州话，每次讲潮州话他们说不行哦，然后老师每次说你为什么一直讲潮州话，要讲英语，但是家里没人讲英语啊，除了我的姐姐，但是其他的父母亲都是讲潮州话，所以很多时候就没有这些，就是有这种沟通的一些机会。然后在家里有时候温书也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就当初都通常在往外跑。但是往外跑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位在联络所工作的一位哥哥啦，叫他哥哥。这位哥哥现在找不到他，这个很可惜，但我见到这个哥哥。他又说，他说你这个不用做功课吗？我说需要啦，但是不要紧啦，晚上才做。
他说不行了哈，你要做功课，你可以来联络所，这边有一张桌子，你坐在我旁边可以坐，这边又有冷气，你可以一起坐。我就这样开始啊，真的感谢那个狗狗。过后他们就有一个小小的温书室，可以装了差不多四五个人一起温书。我就从那边开始，我记得我每天都报到温书室哈。我长大到初一学院的时候，还是去温书室哈。因为当时也是有一个女孩子非常漂亮啊，所以假烂我也不着急哦。这个到最后，我现在又当我当议员的时候，我就想，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温书室。所以话就说回来哈，故事简短一点，我就成立了这个温书室，我做了一个温书室，那个温书室非常的受欢迎，然后每次都爆满，因为是冷气。又有很好的温书室，让学生们一起温书。然后我觉得考试的时候，他们都读得很晚。然后有时候他们很晚来，好像九点半来，十点就要关。所以我把那温书室成为我把它开放到24小时。你跟你说24小时哈，这大家温书，你知道有时候要吃宵夜，肚子饿，对不对？我就提供食物吧，对不对？我就提供食物，还有餐饮。所以在温书室里面，它有面包啊、饼干啊，有时候有醋啊，还有时候就是有一些冷饮，有时候热饮，咖啡、茶、麦乐都有。现在温书室一个变成10个，10个变成20个。在圣港区里面，每天都有200个学生到温书室温书。然后最近有一个学生，他就跟我说，他是学生，他在国立大学念法律。他说我就是现在在温书室，我的 A level 才会及格，然后现在在法律系。他说他回来帮忙，我说你随时都是欢迎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小小的心意，这是推动力。做得成功，能让这么多人受益，这么多年轻人受益，这是我最大的欣慰。当然在圣港当中，我们都十几年了。对不起哈，巴西的居民，我讲圣港的东西，这就是因为这些计划都在圣港推行。但是巴西也有，你也有温书室，你有其他的一些服务。但是有一点我很想说的是，你们知道罗阳岛背光吗？知道哈，罗阳岛背光就在这边附近嘛，对不对哈？在罗阳那边哈，罗阳岛背光。罗阳岛背公，其实我跟他的主持人都非常的这个熟络。但是有一次，我就跟他们说，他们想捐款，我就说你想捐款，其实你可以帮到很大的忙，尤其是我们圣港居民哈，我们圣港居民也是逐渐的老化，然后他的那些祖屋都比较旧哈，然后那些老年人又是要到我们的那个同济医院的联络室里面的同济医院他们去看病，但是跟你说很多个关节痛，走路不方便，因为关节痛走路不方便。很难就是维持说每个星期几次到同济医院，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如果罗阳岛背公你要捐，不要捐现金吧，就捐一辆 van 给我，然后我可以改装让老年人接送老年人。所以他们真的捐了一辆 van 给我，他捐了一辆 van 给我，然后我每天都接送十几个老人到那个同济医院去，然后我跟你说是不用付钱的，是免费的，都是给我们的这些老人接送哈，每天都是。虽然这些项目都非常小哈，不是太大的一些计划，但是能让这么多人受益，年轻到老，我是感到是非常欣慰。你跟你说另外一个东西，我非常怕就是看到这个哈，因为时间不够了哈。好了，就是这样，我来说一下英语吧哈，说一下英语，这个Let me just say that I want to firstly thank all the residents for giving me, for giving me your support for 10 years. These 10 years has been tremendous because it's a very meaningful journey that I've been through. And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have done. And I tell you, the 10 years are ups and downs. And, the experience we have sometimes, we grind through, we hang in there, but it's not easy. But I want to dedicate part of my speech to my outgoing, I would say my team member, Miss Penny Low. Well, Miss Penny Low has always been, when I first entered Parliament in 2006, she has already gone through one term.
And I think that one term has given her so much experience that she taught me a lot. And she actually also, in some ways, sometimes I look at how she manages her constituency. I think it's really real skill, and she really puts her heart and commitment into it. Not only that, she's so passionate, and she's so innovative. She created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you know, Harmony Parade and several different type of events that can bond the residents. In fact, I think she sets the standard for me, for us in Punggol. Because the standard is there to say how you organize it, how you bond the residents together. I think she works really hard, and she works too hard, in fact, sometimes. And I would say that she sets that standard so high, and sometimes I thought I'm not doing enough. And because of that, it puts a bit of pressure. But I tell you, we truly appreciate her. And I must say that we are all going to miss her, because she has been a great colleague and great team player as well. So I really want to appreciate her and thank her for this. And also, at the same time, my time is out.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 hope that I can give you a longer speech next time. And hope to see you at some other activities. Thank you.